外面下好大雪，昨天下的，杭州今天就变成这样子了。但是外面太阳特别好。好，我们就一起出去外面去逛个街，然后顺便去看一下自己的露娜娜的生日礼物。我们现在一家人，因为今天周六嘛，然后之后我们一家人出去外面去逛街，然后之后去到处去转一下，然后在去的路上呢，我们每个人买一杯喝的。看，今天虽然周六，但路上不是很多人，我知道下雪了。刚在车上点了喝的啊，我跟俺俩现在进来拿一下。这不是我们俩，你问一下。哦。这不是吧？人家都是买的大杯。嗯。走吧，有没有吸管呢？先上车，准备去逛街，走吧。啊！太开心了！你看这下雪，都外面好漂亮，你看看。嗯，看到了，这个地方也把喝的已经拿过了。嗯。看吧，今天人实在太多了，我们转了两圈都没找到停车位。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，然后呢在这地方转悠一下，也没看到有多少人，那停车场都满了。然后今日份 OOTD， 好嘞，到这地方来了。然后今天呢，主要逛街第一件事，第一站，嗯，好，感谢这个地方。来，然后今天主要是来给我挑生日礼物。对，走吧。好，就是这个地方有时候。它这个景子这个地方，这个这个地方有点，而且这光线有点暗的吧，人拍得好暗的哈。嗯。好吧，我们走吧。啊，好，你看鞋啊，这还没看包。我是想看鞋，因为包太多了，影响多了。嗯。想买一双好一点的鞋。你们放在桌子上面呢。放了。那。嗯。本来是想给自己买双鞋。嗯。等我一下下哈，但是我没有看到我自己想要的。就女士的鞋好像都不太好看，男士还稍微好看一点。我看上了这双鞋，但是这是一个男鞋，然后呢没有我的码，然后现在的话是在网上看码，就是看有没有最小码我可以穿，就这双鞋好看一点点。
刚刚 LV 没有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先在这边店它的对面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主要是想给我自个买双好一点的鞋。然后这边就是这边的就是女士的鞋，哦，想给我自个买双鞋。哦，那个？这个没有这个好看。跟他脚上比上来，好像你脚上这个好看一点。对啊。看一下这边呗。这边，你要看一下，嗯？穿得进去？啊，穿得进去吗？有点皮领的胸花，可以感。They're tight at first, they're gonna stretch, because they're all leather. 嗯，走过来我瞄一眼。好像还行了啊，跟你这衣服比较配。嗯。你走过来我瞄一眼。就这个哈。啊，你袜子上要歪点。那这双鞋啊，我感觉这双鞋好像上脚比那个就是要好看一点，是吧？哈，嗯，你试一下那个呢，两个都穿比较小，就旁边那个银色的。但是我感觉这个应该好一点。嗯。就这个鞋好像有点小。你要不要再给，就说有没有就？进去，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就算了吧，这个不用试。那看一眼。啊，这个好像没那个好看哈。嗯，这个就不用试了。啊，你走过来瞄一眼，你穿上给我试看看呢。穿不上去啊，太小了。是吧？不行，我换掉。Yeah, okay. I didn't bring the purse back. 啊，我感觉好像那金色的好看一点，看质感好一点。但是我得叫他去拿个大一点的，时间长了不能试。好好，你就要搞多半码吧。嗯。这是多少码的？你看一下，它应该是37码吧。好，那就这个好。好好好。Ladies, 是不是？嗯。我觉得蛮好看的。是的啊。嗯。再穿过来怎么瞄一眼？就这一个，这个它有点小，就是有点难受。如果拿个那个再大半码的，应该就会好看。嗯，进去，走过来看。这个反正也还行，就那种的。但是我感觉好像就那个金色会好看一点点。嗯，就这个样子蛮普通嘛，懂吧？是这样啊。嗯，你看这个金色的，就蛮简单的这种，其实也没什么太大区别啊。嗯，试看这试看，而且背后也好。嗯，我也觉得背后我小蜜蜂蛮好看的。嗯，反正就像破了。嗯。反正我选来选去，我想要一眼就看中了这东西，所以就准备还是这东西。主要它有一点点小，长度也合适，但是我的脚有点感觉有点紧。那你就让它就是，他说可以网上寄到家里去。嗯，就在这地方先把它给定下来，然后到时候寄到家里面去。我最后再看一眼。好好。好的，决定的就是这一双。好，就拿这一双吧。那你刚才说什么呀？那我，然后最后决定就是这一双，但是这一双的话有点小，所以说在网上订，到时候他会寄到我家里面去，就在这地方先付款。好，那我现在已经买了，等我姐他们上厕所回来，我们就去逛街买衣服。然后呢，这个东西的话，它会这双鞋，它会直接寄到我家里去。想想太开心了，我的生日礼物搞定。看一下，今天是周六周天，然后呢，
这个地方逛街的人好多啊，太多人。这个地方东西想试一下，我们又开始逛街模式，然后逛自个儿喜欢的衣服。鞋已经搞定，现在就是买衣服，太开心。看一下有多少人，全是人。我们现在下来了，然后呢准备再转一转，看等会儿要不要吃点啥东西。人太开心了，人一多就很开心。我们俩一人买了一份吃的，花了22.75。看一下，现在正在等，然后呢排队排成这个样子。那个夹子可以取了，老胶的夹子是啊，不用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家很有意思的店，就是他店里面的衣服还挺好看的，看到没有，这模式上面的，看到没有，挺好看的。可惜这几天可能就是买了之后也没办法穿，等后面的时候再过来买呗。然后我们已经买了这么多，而且他买晨晨买了一个那个白色的裙子，就衬衣裙特好看。嗯，老帮你拍一个来。而且我买了一个黑色的外套，那个外套也很好看哦。就领子没弄好，你把那个领子削起来，然后把这个，对对对，好了，嗯，走呗。来，我跟你们这个模特一起看，你不买了个这个衣服吗？你把它放在荷包里面吧。放在里面吧，我需要多少钱？好吧。好，卢娜娜买了一个她模特旁边的那个裙子。对，而且我买了一个超级外套，超级外套，重手工的外套，特好看。对，就那衣服都看了，都样式都挺好看的。挺有特色，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。旁边还有个牌子，走吧，我们。走。好，我们都已经逛到天黑了。而且逛得非常开心。来。好。Thank you. Oh, so cool. Bye.走吧，我们。你怎么袜子一边高一边低？它掉下来。看，我们逛的应该外面天已经黑了，哦，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了。我们现在准备回家了。晨晨，看好，看好地上。嗯，我想问一下，我们的黑带在哪里去啊？啊？很重吗？你袜子怎么搞了？一个高一个低。它掉下来呗。那我们走了是不？嗯。你都买到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啦？嗯，太开心了。哦，该逛的已经逛完了。腿都快断了。十三。可惜我从来不运动，也不练瑜伽，所以说呢。你说什么？我网络这个牌子还挺火的，很多人，很多人都在穿，对吧？哈。嗯。但是呢，我从来都不做运动，也不做瑜伽的。我就比较喜欢那种好看的东西，有点特色，对吧？哈。嗯。然后摸在手上质感又好一点点。好嘞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准备回家了。逛着逛着天全都黑了，看到没有，感觉天一黑好像路边的那雪全部都化完了，也不知道是因为天还黑看不到还是干嘛。回家了。